玩呢个特集，时间11:59。OK， 時間就已經12月30日星期六，即係今日12月30日咧，可以話係2017年嘅last 兩日，即係亦都係聖誕假嘅最後三日，唔係三日啦，好似係三日。即係一到最尾嗰幾日，即係成日即係話好依不捨，其實唔係。真係有啲可以以唔捨得嘅嘢表示，甚至實際上你仲掛住呢啲功課到底有冇做。即係今日12月29日，即係今次 B 月一5次 MVP。即係我喺一鋪呢個聖安商行嗰陣時，即係攞住個又可能將架車射嘅攻擊機一炮。仲要嚟咁夜咁遠，一夜射爆飛機，結果嗰個咩 Colin Cock 佢就話外掛。喂，其實我執咗成日都俾人話外掛，唔知點解。跟住我玩嗰鋪咩普魯西洛夫關口，即係嗰個以沙漠為名嗰 DLC 出個地圖，即係佢有4支其實淨係得火化裝甲車揸嘅，話呢、這個。就裝架列車嗰、那個，我哋輸嘅，我攞 MVP 嘅，我試下43次，我16547分，對面嗰個攞15400多分，而對面嗰個就咩嗰、那個叫 Milky 啊，就同我講 ，Holy shit，how do you do that？ 即係喂媽的，你到底點樣做到㗎？點樣做到咪車？用裝甲車，即係我見到敵方，即係嗰架裝甲車，即係駛過嚟我哋嘅地方，即係佢係咁射我。不過相反，佢射兩炮都唔中，因為佢兩炮都射個石頭啫嘛。即係好大雪，係睇唔到基本上。雙魚之5次 MVP玩咗4:09，呢個唔係紀錄嘅，最高嘅就係4:54。即係我就話冬天成日話唔著褸，即係實際上真係話身體覺得唔凍，因為人哋問我點解係咪覺得唔凍，其實真係呢個問題即係。稍微好啲，問呢個問題有一個主要原因，因為如果你即係如果凍嘅話，如果你即係凍嘅話，個個就會留喺屋企打機。但係如果你唔喐嘅話，即係永遠都凍咧，坐喺度唔喐，咁嘅話咧會令到你嘅身體變弱，即係會退化曬你嗰啲皮膚，甚至嗰啲身體個。情況會慢慢退化，即係話你如果坐喺度唔喐嘅話，完全冇活動嘅話，你會唔肯出去嘅話，你就會散嘅變咗，即係好易病，同埋喐啲就要著羽絨啦，即係見到有啲人著住個裝束好似羽絨咁樣，即係表示，但我就唔使著褸，因為點解？因為我成日都喐佢啊嘛，一喐佢就唔會覺得熱嘅，唔係唔會覺得凍啊。但之前就話，即係我11度走去跑，即係12月中嗰陣時，去呢個河邊跑步，唔係即係成日去海跑步嘅。去跑步嗰陣時，一凍嘅個特徵嘅，就係成條街，我好少人，甚至係冇人。呢、這個現象我喺25日見過，2月25日，今年嘅2月25日，又係受呢個強烈冬季季候風影響。
個現象同我睇嘢一樣，成個河邊都可以話靜不得了，一個人都冇，可以話好少人，可以話冇人。而佢哋去曬邊啊？就係佢哋全部喺曬屋企，即係打邊爐。唔係喎，即係揀出去出下運，出去做下運動，出咗血液循環，增強抵抗力啦咁樣都。開講即係開講都係話小朋友，你啊你係小朋友啊，定係話成年人都好啊，定係青年人都好啊，係風之子嘅，係風嘅朋友，即係話都要出去玩嘅實際上。但所以我成日走出去跑，甚至成日出去行下，成日都唔知點解咧，我都唔覺得凍嘅話事喎。唔係因為發燒，係因為我個真係覺得唔凍。即係12月三號星期日，即係話又係好似話一如以往一樣咧，就話會最後嗰半個鐘 BFE 啊，就好似一年前一樣。聖誕假真係每日冇個期都話可以話好早，可以話好早過，甚至係嚟緊又要新年假啦、復活節假啦。但我就唔可以鬆懈嘅放完聖誕假，就因為聖誕假之後就係呢、這個。exam 呢個四日之後就係呢個 exam， 一月八號星期一到一月十八號，十八號星期幾？十八號星期四好似，星期五就放假。呢、這個十九號、第二十號就出去啦。二十號咩地理活動遊船河，跟完之後完咗咗復活節假，完咪完咗所有嘢之後咧，到七八月就係呢個大家都想放嘅暑假。summer holiday， 即係 summer holiday 放多兩日，就係九月二號、九月一號、九月二號、九月三號先開學。我就冇咩所謂，反正你放假都冇咩做。有人覺得放假仲好過翻學，有人覺得翻學仲好過放假。呢個問題，一定要思考。點解你覺得會咁樣？你覺得翻學？好過放假定係放假好過翻學？點解？即係唔係點解？你講你嘅立場先。咁快過完嘅，成個2017年真係好快過。對嚟講，有啲唔捨，有啲好捨得，有啲又好唔捨得，有想掛住，又唔想掛住。即係其實係形容唔到嘅，即係比喻唔到佢話。咁嘅意思，我覺得放假，我其實唔係放假真係好悶。你放假有咩做？如果你日日出去嘅話，日日嚟都係睇同一樣嘢，都係不如唔好出去住。放假真係可以話輕鬆，但係真係冇嘢做。要求其食完嘢之後做功課瞓覺啦。但唯獨是一定要。呢、這個咩做功課，因為我聽人講話英文要做三篇文，中文要做一篇文，教學做四篇文，又話呢神靈嘅推神齋，日日都要作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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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呢兩個科搞掂完之後，又要呢個化學嘅歷屆試題七題有 A、B、C 夾埋都要做十幾廿題，仲有啲 DSE 嘅程度，我哋呢啲中四腦袋撳上 DSE 嘅腦袋。